男人看你怎么说。这单元呢引起大家的很广泛的讨论，是的，对啊，非常有趣，现在年轻人都在玩啊，真的不简单哦，不简单。他怎么讲，就是说有些人的嘴型啊，他不知道天生嘴巴长得怪，还是说从小发音不好。你不录这段还不知道他的嘴型是我有问题，你知道吗？录这个段突然会变咬文嚼字的，像他云哥啊，他的腔调本来就怪。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你站在这边的时候，你想要讲清楚啊。不用不用，我爱看天才不用超级夸张。你的咬字跟嘴型是有问题，真的有问题，看吗？对，要不然正常要怎么讲？你的咬合真有问题。我爱看天才，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子，自然呐、啊，自然讲就好。对，就是放轻松的讲，嗯啊，我爱看天才冲冲冲，其实就是很自然的，让对方一猜，你越刻意，对，对方越难猜。嘴型要清楚，但不是用力，对不对？好了，好，那来欢迎两队成员了啊，欢迎这位来宣传的郭婷宇。第一张啊？哎，没有啦，新的了，第三张专辑了。麦搞怕回首，我跟你讲，不要给我打分数，是我的第三张全新的专辑，已经在唱片行已经开始卖了。这好像是几年前那个林志玲说的一句话。对，但是不要给我打分数。对，但是这首歌的不会忘记你的。对，这首歌的歌词是我自己写的。不要给我打分数，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呢，如果像我这样肉肉的女生呢，也要有自信，不要给我们这种身材的打分数 ，OK？ 对。然后呢，这次还特别找了我的好姐妹雅文来帮我助阵，因为在我的专辑当中跟她一起合唱，他们跳过来释怀嘛，对，释怀。第一波这首歌很特别，是国台语穿插。好，谢谢两位，加油啦！谢谢布林，哎呦，好啊，来，陈晨的成功，来，看你怎么说。好，呦，你们派出。我们当然实力坚强的天兵府，你要讲吗？你今天是真的是天官啊，什么天兵？天官，天官制服啊！等下怎么变灵光啊？哇，反应变这么快！来，我觉得把欢笑带给大家是一种功德。哎呦，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却涌在笑容里。我晚上会睡得很好。他说晚上会睡得很好。今天前面还跟我讲说，哇，我回去，我回去满头都是那发源地。他过不去呀，阿文，过去好不好？尽量的啊，发挥好不好？好，不好我是把你换掉。一定要 pass 牌，是换掉。好，知道吗 ？OK， 有 pass 牌，有三个了哈。好的，好不好 ？OK， 啊，来，好大声哦，当然大声了，听到了。来，准备哦，看你怎么说 ，Round One， 只有四分钟哦。计时开始。三个字。三个字。珊瑚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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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两个字。暑假。暑假。竹针啊。触电。不是。暑假。出家。不是。暑假。暑假，出胶，不是出胶，出胶什么东西啊？暑假，出胶，出胶，没有那个暑假，因为他要超过那个耳机。你有没有童年呐？暑假，阿妈站起来，哎呦呦，暑假啦，出胶啊，不是暑假，不是暑假，暑假，出嘞，他有嗑药，你没听见说话。法官，暑假快到了，你可以好好沟通吗？不是，来，不是瞎叫，你是哪国人呢？你知道吗？你要讲的，不要出价，你要讲一个出价，什么出价？什么东西啊？你记得不知道什么东西？出价还是暑假？那个还是出价？我不知道音调是什么，所以你要去讲，不要出，没有出价，好不好？或者初三。或什么对不对？对，有一个词讲出来，两个字大概有些什么？出山，没听懂，乱叫了，好不好？其实你是一个运动啊，知道哈？好，来准备哦，来喽，带好，不懂这个，准备，计时继续，对，但是开始，暑假，是第二次出吗？不是。暑假，他一直在那边。哇，这就对，快点，四脚八掌拿 pass 了。
两个字。两个字。护照。护照。哎。来喽，南部腔，南部腔来喽。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珍珠奶茶。珍珠，珍珠太太。珍珠太太。珍珠奶茶，珍珠佳佳，珍珠奶茶，珍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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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茶，奶茶，奶茶，珍珠太太，珍珠，珍珠奶茶，珍珠。头不要晃，头不要晃。他怎么变成玛利亚了？不要晃，要固定。珍珠奶茶。珍珠蓝蓝蓝，珍珠珍珠珍珠珍珍珠珍珍珠珍珠珍，等下停，他讲珍珍珍珍珍珠珍珍珠奶茶什么啦？珍珠奶茶珍珠珍珠永远就珍珠奶奶珍珠奶奶珍珠奶奶。嘴巴不要动。珍珠奶奶，珍珠奶茶，珍珠吗？奶，珍珠奶茶，珍珠奶茶。两个字，两个字。凉亭，聊天。好，凉亭，聊天，凉亭，聊，凉，亮亭，亮点，凉亭，凉亭，凉亭，凉。凉亭，对对对对对，三个字，三个字，纪念品，纪念品，纪念品，是哦，两个字，两个字，干的，你可以，来，干的，也是啊，形状很像，甘蔗，蓝架，哎，蓝架，甘蔗，蓝笑，甘蔗啦，蓝色。甘蔗，蓝色，甘蔗，甘，甘什么？甘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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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甘蔗，对，不是，对了，对了，怎样？你看我扣你，你看我扣你不？没有，他说的是蓝教，蓝教海鲜的蓝教。那干开头的，干开头有干叫干叫吗？干叫算是比较硬的那个，比较硬的。硬的，硬的，硬的什么？拜托了，给你了。好了，三十秒，三十秒。好，来来来，三个字，三个字，这个字，三个字，三个字。水桶腰。水桶水胶，水桶，水桶腰，水桶胶。水桶腰，水桶脚，水桶脚，三个字，水吗？是水吗？水水水桶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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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两个字，又来了，尖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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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三个字，卖关子，卖花子。关关子，卖关子，卖关子，关关卖关子，关子，关子，关子。这边有人，第三题来，那个时间到了，八题来了。哦，还不错哎，你的词汇很少哦。很多啊，哎，怪我。珍珠奶茶，它出了猪跟奶，猪奶已经出来了，你就没有想四个字有什么？水果奶奶。你想珍珠太太跟珍珠家珍珠家的珍珠菜，珍珠家的什么水果，还有水果奶奶，而且你肯定 ，Oh my god， 那个还有什么很夸张的什么，不要讲那个，水桶腰，水桶腰，水桶腰，你吹口胶，他又教你教了，然后脚啊，这个词汇很少，对，不多，这也不错吧，可以啦。
八题还可以啦，还可以。蛮强的了。不能再差了。哎，我刚说完这个游戏喉咙好痛哦。真的。真的你老要吵架，要对接吵，你知道吗？哦，我要三姑六妈这样。六婆，六妈，六妈，你那个是，你那是三妈臭臭锅，三妈臭臭锅，三魂四魄，我的天，我对到你，他就特别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比较熟，对，比较熟就比较凶。好，八题攻守交换，来，奶奶对沈玉玲来猜，嗯，只有单纯的词语，八题没什么压力，四分钟有压力，准备，请配音乐，开始。两个两个字，泛舟，饭桶，泛舟，大大蛙，泛舟，饭勺，舟，舟，泛舟，泛舟，泛泛舟，对呀，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嘿，水蛇腰，李佩旭，什么了？蔡淑珍里面，水蛇腰，水蛇腰。猪头米，水蛇腰，水蛇腰，水蛇腰啊！有两个字，帐篷，小篷，帐篷，小吧，帐篷，小小，他在帐篷，小吧，帐篷，小篷。小婆，小婆，帐篷，小帽，帐篷，两个字，三个字，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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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Apple 读错唇语，不但自己吓个半死，还闹出笑话。张文琪是奇葩，张文琪吃鸡排，吃鸡，慢一点，慢一点，好可怕！来说什么啦？天才冲冲冲，两个字，三个字，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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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字。他嘴怎么大一点啊？不是，你不用哈哈，你也听不到。我不是打电话说哈哈哈，你哈什么呢？你怎么哈也听不见呢？因为你哈，因为会变小声吗？也不会啊。感觉拜托一下，他嘴型能不能大一点？人家讲两个字，你为什么都会讲三？两跟三差很多，因为他们嘴型真的不够大。三两两两是两两，舌头要两。啊三呢？三三对嘛？你们要学哪个这样啊？三来你两来你两你两是来两个字，那你讲三个字，三个字，你很像，真的很像，一样啊，一样啊，怎么讲？不用刻意那么大，两个字不用了，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然后三，三个字。我讲的挺像，他对他的嘴型太像。先教他这个好不好？你两两三三一样的，他真的一样。你讲一下三三两两，三三两两。同一个字。那这样子，容许他用笔的吗？来，请奏乐，来喽，预备。两个字，三个字，两个字。签证，签证。啊！签证，上上。签证，上。签，歌上。签。签签签签证签名签证字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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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四个字萤火晚会一败涂地萤火晚会一飞冲天萤火晚会一鼓作气，萤火晚会，萤火，萤虫被抓，萤火晚会，
萤火晚会，萤火满天。萤火晚会。两个字，两个字。屋檐，孤檐，孤帐，孤檐，姑娘，孤檐，孤兰，孤檐，呼叫。孤孤孤屋檐，孤打坐就孤檐，孤檐，不要一直干哪，污染屋屋顶屋檐，檐檐屋什么檐屋，屋什么屋檐，屋檐屋檐啊。芭蕉扇，芭蕉叶扇，芭蕉扇。再一次，芭蕉扇，芭蕉蕉扇，芭蕉扇，芭蕉扇。不错，两个字，两个字。蟋蟀，啊，蟋蟀，你看好啊，蟋蟀，银虫。蟋蟀，一段，蟋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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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字，五个字啊！爱斯基摩人，爱你一万年。好幸福，爱斯基摩人，爱心婆婆，爱斯基摩人，爱奶口香糖，爱斯基摩人，马盖先，爱斯基摩人，盖房子，五个字，爱斯基摩人。我来看看，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不要老击败。怎么不行啊？你一下骂，还是别被老击败？你一下骂人家萤虫，你一下子被不要老击败，不要被老击败呀、啊！你公器私用，社会的乱源，毛起来瞎猜。萤虫出现六次，刚刚那个萤火像不像萤虫？萤虫、萤火都一样啊！你看到你念是萤虫跟萤火，不要，你应该看拜托了，不是、啊？我说证明真的是很像，对、啊，萤火、萤虫、萤虫，叫什么？一样啊？叫什么？一样啊？萤火啊，萤虫一样，嘴巴是轻声的、啊，萤虫不一样，萤火火嘴巴没有合、啊，虫有合、啊，虫。瞎弄，他表现得这么差，还吃一底下屎。猪头皮，猪头皮，水蛇妖为什么会叫你直接叫李佩旭？因为他那个水切，他这个还能掰。他可能我单纯只是昨天梦到李佩旭啊。好了，8-7，共同交换。第一个单元8-7啊。嗨。这样第二单元我们都是一句话，是啊，可能6个字、7个字、8个字。嗯，张文琪要破纪录了。我希望勇于挑战自己啊。我们不是那么想看。不要这样子嘛，我要比别人聪明也没有。因为你挑战过了也是你自己的事啊。对。不要这样，因为你现在不是跟我同队啊，对不对？那你就下次要要求你。哦，还好，我没有那么迫切。我还好，要求啊。好，好了，然后8-7，我们现在落后一分哈。好，来了，戴耳机。走。我准备来哦，看你怎么说。Round two, ready, go。哦，哎，八个字。我怕热，我怕车，我怕热都不穿内裤。我怕车，我怕热车。我扒车，我怕扒。我怕热车，我怕车。热，我怕蛇热。我怕热车
热，我怕热，我怕热，我怕热，都不穿内裤，我怕热，都不穿内裤，同步，都不都不穿，胸部都不胸胸部，都不穿内裤，我怕热，都不穿，我怕热，都不穿，我怕热，都不穿衣服，内裤。我不，你内裤快先出来了。我怕热，都不穿内裤。内裤。我怕热，都不穿内裤。九个字。优若乳。优若乳。优固。一句话讲啊。要一句话。优固主。优若乳，头几天最新鲜。哇，这么多鸡，九个字，很多鸡，这么多鸡，优若乳，有关顾，优若乳，优若乳，有过有中暑，有优若乳，头几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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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几，头几天，头几天，头几天。头几天最新鲜，最新鲜天头对头几天头头优若乳，优若乳，有过乳，优若乳，有不乳，哦，好难哦，我觉得你今天状况不对呀。那个李清文干嘛？今天真的状况不好，感冒了。这个真的厉害。好，等一下次再破纪录哈。好，没问题。对啊，加油！这一题把它拿掉了哈，好不好？比较难，还是郑国胜哈，好不好？加油！来，优若乳，头尖尖，新鲜。优若乳，戴好了，音乐下了，继续。请奏乐，换上李清文。八个字，说，讲出来，说出来。人妖，人妖，人潮，妖，人妖，在沙滩打排球。八个字，人妖，在沙滩，在沙滩打排球，打，人妖在沙滩打棒球，排球，打排球。人妖在沙滩怎么打棒球啊？九个字，沈玉琳想击败徐乃麟，沈玉琳想击败，在金门，想击败，投票换，想击败徐乃麟，沈玉琳想我名字嘛，沈玉琳。念完，想击败徐乃麟，沈玉琳在树下吃鸡饭。沈玉琳，几个字？九个字啊！沈玉琳，老人真的马上都忘记。想击败，他好懊恼。几个字？回家。好，七个字。七个字，十个字，七个字，9个字，8个字，11，卡在几个字，七，你这样猜的吗？我们的单元啊，录到现在，没有人被卡在几个字过，基本上讲几个字都知道了。他说只有七，怎么会有11个字啊？七个，真的不好意思，我觉得你状况真的，你还是来猜一下。那个，他没有人。你就猜了，郭婷云。换你，我就不猜了，很难的，真的难。我就剩一个牌子而已。结果刚沈玉琳，好，这个换一题哈。沈玉琳想击败，我嘴型没有问题，我嘴型没有问题，不是我问题。来，来，时间继续。七个字，购物贱货才付钱，这购物贱货，来，一开始什么？购物，鱿鱼，购物，一句话，购物贱货才付钱，有见我。
什么钱？现货。借过。才付现货。借过先付钱。现货才付钱。现货才付钱。借过先付钱呢？为什么？不是啦。现货才付，我看你赚过一次。你不用管为什么，你不用管为什么，不用管为什么，好不好？想说不合理，都合理。他没有合理。我说，不好意思，借过啊，你先付钱。对啊，借过先付钱啊。对啊，不用管为什么，我不用管为什么，好不用管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这是我们家的路，我们家的地。对对对啊，借过。哦，有时候借过是有可能，有可能。对。还有谁状况好了？没有了。我这边还没开过啊。你们已经开到。要不要叫导播下来，你去 take。我国祥老师哎，低效的，都是低效。来喽，好，准备，来，时间继续。购物，七个字嘛，对不对？七个字。有物，购物，现货才付钱。借过先付钱。现货才付钱。结果。现货。借座。现货。你的嘴型真的不清楚。现货。啊？现货。借货，要刻意。现货，对。对呀。才付。现货先付钱。才付钱。对。现货才付钱。对。那前面还有两个字啊。对，购物。劳务。购物。劳务。购物。劳务。购。够吗？购物，对，购物见货先付钱，才付钱，购物见货才付钱，对，哎，这难很难哎，这好，请快点，11个字啊，11啊，真的吗？11啊，11个字啊，我的妈呀，一盘是油鸡，一盘是，来，从头慢慢来，预备，来，一盘是油鸡，一盘吃三口，一盘是油鸡。李白吃东西，一盘，三十秒，油鸡，一盘吃东西，一盘是油鸡，一盘吃东西，一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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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油鸡，一盘吃东西，一盘是油鸡，你下去。七个字，七个字，橡皮筋，橡皮筋都不会射，橡皮筋从不乱射，呀，好啦，哎，要压线了，再玩一下嘛，没有了吗？没了。没有了是吧？你还真的是状况最好的。哎，我进入状况了。对，有情绪。对，有啊。时间到。你都是这样子啊？你不这一生不知道，每次进入状况就结束了。没错。难道你没有吗？没有，从来没有 ，never。never 吗？对啊 ，never。后面。我们才4题耶，好难哦，今天好难哦。对，今天很难。4题都是12比7，攻守交换。好难。只要答对5题就平手， okay, 6题就赢。冷静啊，对不对？冷静，不要刻意要咬文嚼马上就派出一个口音。玉林哥，你不要刻意，不要刻意，他可以，就自然讲就好了。三个字，大方向，对吧？又大方向，对啊，大方向啊，就是这样子哈。好，不要动气，不要动。越刻意啊，来，越难猜。准备，请奏乐。Ready。好大声。开始。7个字。4个字。7个字。7个字。我讲话爱开黄腔，我讲话输了脚，我讲话爱开黄腔，我讲话很像官腔，我讲话爱开黄腔，我讲话很爱开黄腔，哎，我讲话很爱开黄腔，我讲话爱开黄腔，我讲话爱开黄腔。9个字，每到夏天我就肉香煎，每到夏天我就肉香煎，我就都想，我就肉香煎，每到夏天我就肉香煎。厉害，好厉害哦，真厉害，不是正常讲。八个字，潘玮柏起床上厕所。潘玮柏是水煎包，潘
伟博起床上厕所，潘伟博健上厕所，潘伟博起床上厕所，可以。潘伟博喜欢上厕所，潘伟博起床上厕所，慢一点，慢一点，潘伟博，潘伟博起床上厕所，潘伟博起床上厕所。找到专长啊，他真厉害，十个字。十个字，李新文、啊，你的嘴巴很不清楚哎。李新文，你啊，你出去，你出去，不要让我讲。李新文和曹雅文传绯闻。哎呦，丁雅文想左法伟文。李新文和曹雅文传绯闻。慢一点。李新文和曹雅文，你下去，你下去。他嘴型看不懂。六个字，六个字。张文琪是奇葩，丁文琪吃鸡。差一点，差一点。张文琪，张文琪，张文琪是奇葩。张文琪吃鸡排，吃鸡。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他让我的病情更加严重。张文琪是奇葩，吃鸡。好可怕！你在说什么啦？张文琪，张文琪是看我，你看我奇葩，对，是奇葩啦，是奇葩。七个字，七个字。我抄你妹的作业。烂，好烂，谁出的烂的？我抄你妹的作业。我找你妹，我抄你妹的作业，我找你妹吃锅贴，没有吃毛，没有鸡毛，不要废话，我抄你妹的作业，我找你妹吃左点，我抄你妹的作业，作业，我你妹，康大。我抄你妹的作业，我抄找抄，我抄我抄你妹的作业，我抄你妹的作业。答对了，哇，厉害！2、5、6、8，九个字，九个字啊？哦，十个字，跟电影一样。刚刚只有在说吗？十个字，正经点，十个字。圣经十个字，他以为九个字。你圣经十个字，十个字，依依不舍，佩佩被鬼压床，你被妈妈赶下床。依依不舍，佩佩被鬼压床，你被贝贝赶下床。依依不舍，佩佩被鬼压床，你不是被贝下床。依依不舍，佩佩太长了，我想怕死。大家讲，大家讲，大家讲，没有了，没怕死了。好好好，八个字，八个字。韩老师的正常讲，正常讲，不用刻意了，正常讲啊，听得懂。到底说什么？韩老师的弟弟很壮。韩老师的鸡鸡很壮。韩老师的弟弟，弟弟很壮。为什么要这样？韩老师的弟弟很壮。的弟弟很帅。壮。韩老师的弟弟很壮。对。七个字，七个字，对，七个字，对。端汤上塔，汤会洒。怎么到我家？端汤上塔，汤会洒。官老钱财到我家，端汤上塔，汤会洒。官老太太到我家，端汤上塔，汤会洒。春暖，端汤，春塘，端汤，端汤，端汤上塔，端汤上塔，端汤上塔，汤，端汤上塔，端汤，端汤上塔，然后会怎样？汤会洒，汤会洒。哪里对了？端汤上塔，汤会洒。端汤上塔，他会打。厉害，厉害，厉害！三十个字又来了。十个字，怎么又是你？闭嘴！找人说。嘴型不清楚的陈景阳究竟下场如何？60秒后即将揭晓。
十个字，又来了。十个字，怎么又是你？闭嘴，少啰嗦。十个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当你付自己。柴可夫斯基。汤你付自己。柴可夫斯基。汤你付斯基。柴。柴可夫。柴可夫。柴可夫斯基。转行当司机。柴可夫斯基转行上塔，怎么又一样？转行当司机。柴可夫斯基转行当司机。哇！汤里付司机，饭里就付佣人喽，对不对？柴可夫斯基，我好像不需要。我的妈呀！正常想反而容易答对，对你嘴是越刻越难。厉害厉害！这三个笼子我也不用八题耶。你真厉害，真厉害，真的厉害。张文琪四级趴，对不对？他一直你一直叫，就叫吃鸡排。韩老师的鸡很大，韩老师的鸡鸡很壮，你们都给我很可怕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给你很可怕的。韩老师，老师姓韩不行吗？他弟弟你认识不行吗？他弟弟真的练很壮不可以吗？可以可以。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舒服呢？还说什么吃什么的？抄你妹的作业？抄你妹的作业？他抄一辈子为什么不舒服呢？我说我抄，我们的题目都没什么问题，你的表情不好。你们题目讲起来都很可怕。你一直很专心很专心，然后说你为什么都怪怪的？然后你就玩这个游戏，你不能对人，你要对事不对人。你看到他为什么又是你？他是队友，然后一直要把人家赶下去。对啊，你看我们班长都赶下去。有，我还是有猜对你的了嘛，对不对？对，不错不错。好，哎呦，他答对八题，15-12，恭喜逆转胜。